庄先民意，未来接班的班院长洪仲杰医师及夫人杰哥，杰哥站起来挥手一下。然后我们是否请杰哥上来讲句话呢？不要哦，以后啦，你别起来了，杰哥，我别起来，杰哥来，杰哥来，杰哥来，啊，不用，你大概有叫金鹏啊嘞。杰哥，请你上台。谢谢啦哈，今仔日有这个缘分来参加这个鲤鱼歌唱班的这个，听讲是 number one 的这个歌唱班嘛，哦，当然是台湾 number one， 哦，所以今仔日阮有只有这个机会，当然。讲到那几名英雄，感谢这个产业，客气了哈，谢谢。我本来杰哥哥的嘛，伊嘛是弟弟啊，伊有时间。